有16岁以上的女生，尤其是微胖的，一定要收藏这条视频。7件巨实用的高质量夏日大胸内衣分享来了，裸胸款、无痕款、运动款、法式蕾丝款、国风刺绣款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之前呢，我分享平价内衣会比较多，但私信里面总是有宝宝跟我说，可不可以推荐一些适合宝妈、上班族、大胸、微胖、质量好一点的内衣 ？OK， 那这次呢，也是帮大家精挑细选了5家店铺，均价都是100出头，而且经过对比，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性价比也很高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。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哦，男生也不要忘了艾特你的女朋友。第一款来自蓝晴家无肩带内衣啊，到了夏天，我们女孩穿的最多的衣服是什么？肯定是什么吊带啊、连衣裙、一字肩之类的。最需要的其实就是无肩带的抹胸内衣。那这款呢，它里面是有这种防滑胶条的，防滑效果特别好，结合这个高弹防滑侧翼，超级适合大胸，就你蹦跳也不会掉。那考虑到有些宝宝是敏感肌，可能会对硅胶过敏，如果觉得痒啊不舒服，那你就可以选择这款无硅胶，它的侧翼呢一样是高弹的，并且两款呢都送这种小肩带，也可以做一个正常的穿法，那就属于是微胖大胸女孩的，显瘦显小力气，特别适合那些运动量大、爱跑跳蹦迪的小仙女们。第三款来自爱兰家，它是一款超薄无痕的大胸显小内衣。如果你是 C 杯以上，饱受大胸显胖的困扰，穿衣显壮，别穿臃肿，肉比较多，特别怕勒出内衣痕迹，想要一款无痕又舒适的内衣，那你就可以看看它木瓜杯型，包裹性强，抗压减震宽肩带，能够减轻压力和勒痕，超薄面料，很透气抗菌，夏天也不会闷热。这件就非常适合夏天穿紧身 T 恤追求极致显瘦的宝宝。第四款来自 The Brava， 这是一件高颜值法式蕾丝轻薄透气款，整体性感又温柔，超薄蕾丝面料，软软的也不会扎，里面做的软钢圈有一个很舒适的承托力，怕凸点还送了这种小胸垫，就很贴心，牛油果绿贼拉适合夏天，真的是纯欲又性感。追求大胸显小，同时又喜欢高颜值法式风，一定要选它。第五款也是来自他家的法式蕾丝大胸内衣，哇，这件的颜值简直杀我，朦朦胧胧、若隐若现的那种成熟美，高级感爆棚。钢圈是软软的，不会像传统那种容易戳胸就很难受。这款真的是不论大小、不分年龄都可以尝试的一款高颜值显小内衣。第六款是来自 Lisa 家的大胸减震运动内衣，拜托，哪个刘畊宏女孩不知道它，我都会伤心的好吗？虽然我不是大胸宝宝，但是我能深切的体会到大胸女孩运动时的苦恼，内衣包裹不全，副乳横飞，不防震，胸一跳就感觉会飞出去，下围过紧勒到人喘不过气，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是自己太胖了，殊不知是内衣的锅。这款内衣呢，它是一体式膜杯，你包不晃，不跑杯不空杯，双 U 排扣，能够根据胖瘦多维度的去调节，特别适合各类运动和正在减肥中的刘畊宏女孩。第七款是一个超高颜值的国风内衣，来自赫子记。朋友们，我看它一眼就沦陷了，整体充满了唐代古法刺绣的高级感，兔耳胸垫防凸点，最重要的是你们看肩带回形纹。扣子如意扣，搭配秋乐宴大胆的配色，典雅又精致，而且他们整个店铺的风格都是古风，刺绣精巧，细节感满满，超级推荐给大家。好了宝宝们，那么本期视频的测评呢到这边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赞投币、弹幕、收藏、评论、转发哦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